学城社区香菇产业体验活动第二梯次，耶、yeah! ！这是我们学城社区今年研发出来的香菇月饼。
们协成社区这个香菇体验怎么样？觉得让全家亲子啊能体验到，就是香菇这个产品啊，它的食农教育，然后从最简单的喂鸡啊，到亲自体验，就是做一些像我们今天做的炒碗蒸啊，非常有趣。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棒的活动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市长来我们协成社区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看镜头。社区举办的这个食农教育亲子活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还不错啊，就能办那个体验活动，可以让小朋友就是亲近大自然，然后可以就是为公益，这样还不错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有时间常来我们协成社区旅游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记得我们12月3号是花坛节。也在我们协成社区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，协成欢迎你们，谢谢。我们香菇节已经举办了，今年是第5年、我们现在社区注重食农教育，我们想从小扎根，也把食农教育的概念把它推广出，由协成社区把它推广出去，让大家整个家庭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让大家留下一个对协成社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。有哪些体验活动？像我们做喂鸡、捡鸡蛋、做茶碗蒸，然后做香菇肉包、做奶茶，还有我们把鸡粪加一些菌体，让鸡粪变成有机肥。今天协成社区的香菇节来做一些香菇的体验活动，那我们在这个香菇的活动是食农教育，让他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香菇是怎么栽培出来的。那原来我们是用这种太空包的栽培方式。那认识了以后，要让他们亲自去采一朵菇，来认识说，让我们菇农的乐趣。那采了这朵菇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就做我们的循环教育的体验，就是说，把我们的废弃物拿来去喂鸡，香菇头就喂鸡。那等他们喂完鸡以后，就又可以去捡鸡蛋。然后再来到我们的这个餐桌这边，把香菇跟这个鸡蛋把它做成一个茶碗蒸，就是从产地到餐桌，而且这个食物里程是零距离，让他们可以感受说，原来在种香菇其实也是很着重这种环保的一些议题，让他们也可以在这种友善的环境里面得到一个学习，这样。